公司，二十分钟以后我们老地方见。公司，我能不能不去了？哎，别呀，这不都说好了吗？我这马上出发了，我们见面再说，好吧？钟子，啊，文件给你放桌上了，不走了。哎，你去换瓶水。 钟建民，吴局还十分钟就到，不用像前两次那么正式接待了，只要顾所长在就行。啊，好，让吴局放心，我保证他这次肯定在。啊，好的。顾明，顾明，顾明，哎，你站住！ 又想跑啊？哎呀，我跑什么跑啊！我见崔涵去，吴局马上就到了。他说你必须得在。我跟崔涵都约好了，说服他一次不容易。你别拦，得了，你别走，你留下，要去我去。你可算了，他见我都不情愿的，别说你。我说你怎么回事啊？吴局一个月来这三次，你两次请假，你怎么的？你这，哎，怎么了这是？ 他有点发烧，对，感冒了，发烧，你就这么跟吴局请假，说我病了，去医院了。感冒发烧你就更不能去了，你。哎哎哎，哎，是吧？ 不好意思，来晚了，上来吧。怎么了，顾总？我真的不想再去找那个人了。别呀，再坚持坚持，行吗？我们都已经坚持一个多月了，你每天都带我在水产品市场里面转。 可是白天不管我们再怎么累，晚上我还是睡不着。不是不想睡，是我不敢睡。我只要一睡就会被各种噩梦给惊醒，我真的快崩溃了，姑嫂。这种日子我一天都过不下去了。我求求你救救我，饶了我吧，好吗？好，那我回所里。
前面那路口右拐就是派出所。我能再陪你走几百米吗？走了。对不起。你不应该说对不起，因为你是受害人。你也不应该对我说对不起，因为这是我的工作。如果你非要对不起，其实你最对不起你自己。你刚才不是说你睡不着吗？我告诉你，随着一天天过去，你一定会睡着，但你会怕醒。未来的一年、两年、十年，甚至下半辈子，你都会害怕醒。醒了以后，你会惊恐、畏惧、后悔。后悔我当年怎么就没有勇气找出那个人呢？怎么做都是痛的。抓住他，只有抓住他，只有让罪犯绳之于法，才能解除痛苦。翠兰，你刚才让我救你，说实话，我救不了。真正能救你的，还是你自己。走了。老杜啊，今年的八类严重案件的破案率不到50%，14起命案仅破了6起，这刑警队一点压力、一点责任感都没有吗？他们也确实有实际困难，人手不够嘛。我不想强调客观，不能讲理由，我就要结果。哎，那不是顾明吗？吴局，哎，姓张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走走，茶叶我都准备好。哎，顾明呢？哦，顾明今天发烧，请了个假去医院。发烧？是。不会吧？我们刚才看见顾明带着个漂亮姑娘兜风呢。吴局是第三次来你们所了，一次不在，两次不在，第三次还不在，他想干什么？政委，吴局。那我就实话实说，他办案去了。不过他真的发烧了。这个案子你们为什么不上交分局刑警队啊？交了呀，可等了3个月也不见有进展，顾明着急，又把这案子又要回来了。那他天天带着人家姑娘去集贸市场干什么？顾明听那姑娘说，出事的时候那姑娘闻到犯罪嫌疑人身上有一股很浓的鱼腥味儿，顾明就怀疑说这个人是不是捕鱼的，还是个鱼贩子？我来了3次，我就是想看看他这派出所所长到底一天到晚在忙什么。等等等，这不好看。没事，先歇会儿。
那个人除了脸上有一颗痣之外，还有什么特点？我真的不想再找了，对不起啊，我先走了。顾锁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是不是发烧了？没事，天冷。我先带你去医院吧。去什么医院？听我说。要不然看附近哪有药店，我给你买盒药吃也行。不用，我们把这趟走了，好不好？那这样吧，我先去给您买瓶水，您在这等着我。顾明啊，其实我对他有意见。你比如说，他在这个群众工作，啊，在这个内部建设、辖区管理，还有后勤保障等等这些琐碎的啰嗦事儿，哎，他一概不管，全扔给我一个人。这就是我，吴局，这换个别人，别说三年，三天都忍不了他。那他天天在干什么呀？他一心就扑在那案子上。你比如说，他来之前，我们这辖区啊有不少遗留案件，他来了之后啊，经他手破的案件就有61起。你有些案件都搁了好几年了，受害人家属人说都，哎呀，不抱什么希望。他说不行，这案子得破呀，这不破怎么成啊？他就把我们大伙全折腾起来了，一起跟着破案。你别说，这案子还真破了。你这是埋怨他呢？还是夸他呢？我这肯定是夸，不是，我这不是埋怨，也不是夸他，我其实就是我说一些实际情况。我要是撤掉顾明这个派出所所长，你不会有什么意见吧？什么？要撤了？那就让他等着组织的决定吧。啊。饭点呢？那鱼鳞刮得挺利索。嗨，天天刮，刮几年你也能利索。满身的鱼腥味儿，你老婆不烦啊？早习惯了。那还打架？打什么架？没打架，那脸怎么弄的？不是你老婆挠的？你问他敢吗？撞粪块。你说有辆面包车呀？那你是干什么的？把那接了，让我看看。这不是你管的也太宽了吧？把那接了，别让我动手。小金官，这都几点了？不要了。Thank you.
这人抓着了。哎，您别起来，你现在睡一会儿。我怎么在这儿啊？人抓着了，送所里去呗。送了，你别担心了。现在已经是第二天早上，您昏睡了十几个小时。你一直在这陪着呢？没有，我早上才来的。怎么样？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 我来接着想告诉您，我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，而且没有吃安眠药。我说中了吗？你得听我的。行了，过两天出去旅旅游，别在家闷着。是时候让自己重新开始了。我会的，但是我不会忘记您的。别，你最好把我忘了，这事儿翻篇了。 多睡一会儿，睡16个小时了还睡。老朱，有件事我想拜托你。崔涵的事儿，我已经找人帮他想办法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没跟你说呀。你这脑袋，你不跟我说过吗？说崔涵出了这事儿，原单位没法干下去了，得想办法帮他找个别的工作。你都忘了？你真行，我就是想啊。 跟火还是直接抓？抓呀，跟了一年了。我是觉得底下这么多群众，他们身上肯定有，要不就再跟火。不行，今天必须抓。方龙，你带他们俩抓那蓝的，你们俩抓那黑的。注意啊，别打草惊蛇。另外，广场人多，别开枪。好，去吧。好，走。 一般基本料了，你看看还能捞出别的。哎，嗯，哎，还顺利吧？这回啊，要不是胡队亲自出马，嫌疑人又跑了，咱师傅还说啥？吃包子喽！来吃包子，来吃包子，来吃包子，肉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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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胡队，走，外面吃包子去。不饿。怎么了？犯人不抓到了吗？跑了2000多公里。
忙活了整整一年，没胃口。能抓到就行，起码对上面有个交代。哎，这两天家里怎么样？哎，不怎么样。你走这半个月，又有六起报案的，加上上面那些挂着的，说实在的，我们实在忙不过来。但这上面还催得起。哎，难为你们了。那警察也是人呢，一出案子就能破，那是拍电影。你说这个道理，上头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我还听说，去局里要说法的受害人家属越来越多，吴局好像要整顿刑警队。怎么整啊？我只是听说，具体的我也不知道。今年的数字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不好看。如果明年还是这个数字，咱们这个班子集体辞职。今后凡是刑事案子，一律交到刑警队，给派出所松绑。我们局当前的刑侦工作是重中之重，特别是命案的破案率一定要突破。哎，胡德强最近搞什么案子呢？去广州抓13特大抢劫杀人案的嫌疑人，应该快回来了。能力我相信他有，但是这段时间以来，他代理刑警队破案率一直在下降，已经跌到了近年的最低点了。案子压了那么多，这是什么原因啊？老吴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不管黑猫白猫，抓住耗子就是好猫。那你说这意思，吴局这次动真格了呗？你以为呢？不，我都提醒过你多少次了，你不能一门心思光扑在那案子上。人家吴局来所里主动来这儿找你三趟了，你都不在。你得考虑考虑领导的情绪吧，有点政治头脑好不好？哎呀，什么政治头脑啊！不是你这个人怎么就一根筋呢？哎，我问你，领导不给你机会，不给你平台，你怎么去办呀？你怎么去工作？啊？我有多大本事办多大事儿？他真把我撤了，我就是民警，我也一样办案子。不是你这个人真是有意思啊！按自然规律，这人呐，应该是年龄越大越成熟。这规律怎么在你身上就不起作用呢？在一线办案子的人根本就顾不了那么多。吴局他也是刑侦出身，他这个道理他怎么就不懂呢？我问你，昨晚上我住院，你跟雪玲怎么说的？我说你出差了吧，我还能怎么说？你说的好，我现在就找吴局去。哎，你找他挨骂去啊？嗯，找我啊？我来了。哟，吴局，坐。吴局从来不骂人啊！来，坐坐，身体好利索了？哦，睡了一觉。顾德所长，我见你一面可不容易啊。吴局，我真不是成心躲您，确实是办案子去了。哼，你这是解释啊，还是认错啊？您要是认为我错了，那我就是认错呗。哼，你发着高烧去抓强奸犯，你认为你错了？没错，只是我不知道您那会儿会来。那你要知道我来，你还会去吗？说真话，去，因为我觉得那是最后的机会。那姑娘已经快崩溃了，如果再抓不着凶手的话，那她彻底就毁了。吴局，我没有学过刑侦。但是我知道，有些案子一旦错过机会，那就永远搁下了。如果受害人是我们的亲人呢？那我们该怎么想啊？一个警察呀，太有同情心也不是什么好事。我不认为这是同情，那是什么？责任啊！你要敢于承担责任，就要付出代价。老钟已经跟我说过了，您要真是想撤我的话，我接受。不是我要撤你啊，是分局党委的决定。再说了，大家都一致认为你在派出所长这位置上确实不合适。你要真愿意破案，咱们去个更合适的位置。行了，你呀准备准备，把身体给我调整到最佳状态，别老跟大小姐似的，动不动就病了，动不动就躺下。啊，刑警队不光要用脑子。更重要的是你的体力。
刑警队，不敢去啊？不是我，真能去吗？能去是能去，但是你小子去了以后，能够不能够站住脚扎下根，那就看你自己的了。别说我没提醒你啊，你到了刑警队以后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所有的人全不错眼珠似的盯着你，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。我对你就一个要求，你给我当好这个队长，别让我看错人。队长，哎，吴局，哎，队长，两位，这趟你辛苦了啊！嗨，陪我喝杯茶好不好？好啊。哎，小东啊，吴局这次来什么意思？不知道，估计该宣布了吧？嗯，我觉得也差不多了。这次啊，胡队终于可以把代理俩字给去了，可算是等到这天了。待会儿他出来，咱们好好的给他庆祝庆祝。要不是呢？不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乌鸦嘴是不是？你赶紧给我呸呸呸！呸呸呸呸！我这这这……哎，把张森那样的给我拿过来。德强，哎，一直让你代理刑警队，没情绪吧？我个人没情绪，就是底下人可能有点意见。什么意见？觉得领导可能不信任我，或者觉得我能力不够。可不是啊，咱们主要是看成绩。哎，但是今年咱们刑警队的破案率截止到现在还不到50%，怎么回事啊？吴局，您是老刑侦了，那这个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有破不了的案子，这不用我多说吧？我尽力了，我那帮兄弟也问心无愧啊。您知道我没闲着呀，这不刚追了2000多公里才把这案子破了吗？是，那那些没破的案子你打算怎么办？接着破呗。那要一时半会儿还破不了呢？破案这事儿多少靠点运气，那有的时候碰上了他就破了，但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那么多案子我们真的顾不过来呀。但是就这一番话，就我问你的这些话，就是今天我也问过另外一个人，你知道人家怎么说的？是案子就得破了。后来我又问他，人员少，任务重，压力大，精力照顾不过来怎么办啊？人家说那也得玩命破呀。破案的是玩命的事儿吗？您说的这个干过刑警吗？派出所所长。嗨，怪不得这话说的那么业余呢。德强啊，在我们公安战线的刑警里有很多人像你这么优秀，很有能力，但是就是干时间长了身心疲倦了，换句话说吧，心如铁石了。吴局，我记得您当初跟我说过，心太软，干不了刑警啊。是，但是就是今天这个同志，让我看到了一种精神，看到了一种对职业的热爱，对刑侦事业发自内心的那种强烈的热爱。我就是想试一试，看他能不能给我创造一个奇迹。您说的这位是？城东派出所所长顾明，即将上任的刑警队长。怎么着，受打击了？给我派了一外行，还让他当我的头啊？你这种心情啊，我可以理解。但是，现在刑警队目前这种被动局面，非扭转不可。顾明不是科班出身，没有专业背景，但是他有强烈的破案意识。这么安排，确实有点委屈你。但是你有什么想法，有什么要求，你可以说说。没想法，没要求，
就是不知道怎么跟弟兄们解释。德强，这么多年我一直看好你，可这几年你虽然说没让我失望，但是也没给我什么惊喜。我这次把顾明调过来，就是希望你们俩搞好团结，带好队伍，抓好班子，把咱们破案率突上去。我希望啊，用顾明的那种热情，那种激情，把你原来的能力，原来的那种劲儿给我带出来。工作能不能干好，队伍能不能带好，取决于你们俩人的配合。顾明来了以后，他驾员你拉套，但是咱把话说清楚，你可不许给我拉偏套。明白。吴局怎么说？不对，这转正了，什么时候请大家吃个饭？好啊，想吃什么呀？真的？什么时候正式宣布？应该快了吧？等新队长来上任那一天，我请大家跟新队长一块儿。到底怎么回事儿？没别的正事儿干啊？我就是想问问，这上头到底派谁当队长？顾明啊，城东派出所所长。派出所所长，他以前干过刑警。这人我听说过，最早是个工人，后来当兵转业以后进的派出所。这不胡闹吗？人家当了三年派出所所长，辖区的案子全破了。案子和案子可不一样，这王大妈没了两只鸡，李大爷少了一只狗，这偷鸡摸狗的案子谁破不了？让他破破咱刑警队大案要案试试。这事儿上面已经定了，你们先出去吧。我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他能待多久。最近一段时间，社会上对我们警察，特别是对刑警，有些不满的情绪，案件大量的积压，特别是一些重特大案件久侦不破，群众看公安，关键看破案。下面呢，就请分局杜政委宣布分局党委的决定。根据分局党委研究，上报局党委决定，由顾明同志担任崇川市江海分局刑侦大队长。顾明，下面欢迎顾明同志上台发言。顾明。到。其实我们，没有准备啊，也不知道要发言，领导也没说要发言。那个，我顾明啊，城东派出所的，我也。明白，领导把我调过来当这个刑警队长，就是想让我多破案，破大案，破要案，尤其是命案。那么我在这儿说八个字：命案必破，不破不休。
命案必破。顾明这个表态太过轻率了，怎么可能做得到呢？简直是幼稚。我看呀，他就是想自断退路，把每一次都当成背水一战，求其上，得其中。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态度。饿死了，不知道爸爸今天给咱们做了什么好吃的。爸爸做什么我都爱吃。回来了。哎。马上开饭啊。哦。吃饭了。哎，把酒倒上啊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没什么好事儿。没什么事儿，做这么一桌子好吃的菜。哎，改善生活嘛。说吧。先吃饭。不说啊？好，那我先说了。今天，副主任医师的任命终于下来了，没想到这么快吧？其实我也没想到，从今以后我的工作会越来越忙了，那我做的家务活肯定会越来越少了。所以，但是不过呢，我特别幸运有一个模范丈夫当我的这个后盾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嗨，谢什么？这我应该做的，就是。就是什么呀？没什么，值得祝贺啊。当主任医师一直是你妈妈的理想，值得祝贺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我也换工作了。你换什么工作了？刑警队，当队长。那会比派出所当所长忙吗？忙。有多忙啊？可能就是每天不能回来做饭了，接甜甜可能也顾不上了。甚至有时候都回不了家，我怎么办？我就是想给你做顿早餐。行了行了，好，我来，让。怎么了？刑警队很危险吧？不会，就比咱们家厨房稍微危险一点。不准笑我。